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2023年5月6日，让这款开张我的桌游店。这是一款桌游店老板模拟经营手游，我在商店更新日期4月22日，下载次数5000家。在游戏中，我们将扮演桌游店老板，从小小破店发展成豪华店铺，装修店铺、开源节流、参与设计桌游，超过数千件主题装修任你搭配。开局投资人迪哥建议先从城中村开启我们的桌游店铺。游戏采用完成下方经营指南后，可以前往下个地点开张店铺。客人上门后，招待他们开始游玩桌游。时间是持续进行的，分为上班时间与下班时间。我们的工作就是持续布置装修店面，配置店长，购买新的桌游给客人游玩。完成一天的工作后，检视经营日报，看看今日的营业额如何。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画面与体验。OK， 来吧，开张我的桌游店。Play 商店推荐我玩的，我也没玩过。下载次是5000家，应该是不是新友啦，不是新友，应该出一阵子。好，我们小声一点。哎呦，这边有小七耶，大概是那种模拟赚钱的游戏。玩过网咖类型的啦，网咖类型跟桌游店应该蛮类似的吧。慢慢看咯，小游戏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薄福林村，薄福林。好，这个上次看到戴这种夸张的眼镜的是那个吧？马来西亚歌手，叫什么？你名字是不是？好。再小声一点好了。装潢吗？我看到一个装置。装修 ，OK， 装修。好，它会有好几个页面啊，玩过类似的，就是网咖店嘛，刚刚说，或是一些小餐厅。小餐厅游戏也是会这样。然后它会换地图啊。比如说这个地图已经玩了差不多了，那就换下一张地图。没差吧？男店长、女店长，这个是中性哦。小众点评，营业说明哦，他每天会有营业时间，然后选择桌游玩桌游，然后下班。好，领取奖励，其实就是跟着主线任务玩嘛，跟着这个主线任务玩就可以了。桌游，大家喜欢玩桌游吗？应该喜欢吧。扑克牌是桌游一种啊，从小到大都喜欢扑克牌啊、下棋啊，或是桥牌啊，那种比较需要斗智的桥牌啊，那我都有玩啊。什么吹牛啊、桥牌都是扑克牌啦。后来桌游的话，大富翁也算吧 ，UNO 那种也算吧。现在桌游都越做越复杂，什么狼人杀那一种啊，啊，或是什么阿瓦隆啊，或是卡卡颂哦。我们家的那个柜子里面有也超多桌游的，给小朋友玩的。因为那个小朋友他的姑姑，一个是国小老师，一个是高中老师吧，都会买书给他们看，或是买一些桌游益智给他们玩。益智类啊。好，这边等待桌游完成进行最终结算，所以他们要玩就对了，要等他们玩。他们在干嘛？桌上有一个军旗，是不是？
所以要等他们玩完了，也太累了吧。我们先来研究一下纯净模式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村庄。之前我有去桌游店看，我住桃园嘛，然后我跑去中立后火车站那边好像有一家桌游店，我就去那边看一下，带小朋友去看一下，然后顺便买了一些桌游回家玩。就是他可以进去，有点像是租时间吧，然后你就可以随便跟人家玩，或者自己跟朋友玩。大概只有那么一次经验吧，因为我已经长大了，不是学生了。以前可能也没有桌游店，以前是网咖嘛，像网咖也没那么多人去的，只是也许是在一些大学附近会有网咖，或者火车站会有网咖吧。点选角色看书产生灵感，哦，也有类似的啦。总是会有极限合不上去呀、啊。有没有？你会合不上去？好，领取奖励。我记得那一款好像是也是合成，然后获得灵感，然后研发新的菜单这样，然后你就可以去做菜。反正这类型的游戏它也是会有个范本，然后只是去想不一样的主题，然后做不一样的这些换皮角色啊、场景啊换一换这样。购买招牌是怎样？这个是不是？不会用欸，我来看一下，我现在有10000。拖拉吗？点的没反应呢，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要点两下，哦，点两下。收银台。这很奇怪，为什么要点两下？还是要点下面那个钱啊？反正能用的给他弄一弄。钱的话我们还有。好，主线任务应该可以做一些接待桌游、哦、我要点这个放大镜是不是？这样才算接待哦。啊，要下班了，要下班了，快11点了、欸。啊，等一下回家了。好，领取奖励。升级大厅门，点这个钱啊就可以了。上页，领取奖励。这个地板好丑哦，好像破败的房子哦，还裂开，不如不要换。很像鬼屋，有没有？墙壁还好，有修补了一下。好，现在休息中啊，半夜时间我在那边装潢，然后看一下经营日报，今天赚了10000多，为什么？这个10000多可能是做任务给的吧，不知道。它有分白天黑夜嘛，有点像那个我要当房东也是这样，就盖一些房间嘛，然后升级房间的装饰，然后房客会来。好，这边有抽卡，珍妮面试记录。以前我不是那个人事公司的人事，还有因为我是管理那个资讯的。网络资讯啊，
然后我可以偷看，可以偷看人家的履历，然后上班无聊就把那个来面试的人履历给他打开看一下，够无聊。啊，不能跟人家讲啊，自己偷看不能跟人家讲，跟人家讲就糟糕了，这个。好，获得三个顾客好评，没有留下评论哦，可恶！先做可以的吧。环境评分就是你要去升级嘛，花钱嘛。桌游架布置一下，这个墙面我们刚升过啦，我怕我再升下去没钱。大家不能做任务。好，我现在包厢一而已，包厢二、包厢三，他们怎么还在玩这个战旗啊，这个军旗啊，以前还会玩了一些魔法门，是不是好像叫魔法门的一个卡牌吧，高中的时候很贵，因为那都是国外游戏，国外的卡牌游戏，然后隔壁班同学都在那边玩那种 DNA 嘛，我不知道那怎么，就是类似角色扮演吧，每个人都会在一张在扮演一个角色，然后会有可能类似讲解带领大家玩，然后去冒险打怪，然后掷骰子，那种比较难的桌游，他们几个就在那边玩，隔壁班同学，我们在窗户偷看，又是偷看，偷窥。这边怎么没有客人啊？哦，在这里，我要上，我要离开了，因为那个是建造的页面。好，我们的门也换了，有稍微好一点点啦，地板还不太 OK， 我觉得地板真的很丑哎。我一定要给它换下去，这样我比较明亮一点。这还不行，怎么没人啊？上回上页，离开那个建造页面。好，我们这边营业指南已经快结束了。你看搬迁进度有没有？就是你要换世界地图吗？水泥墙，好，有好一点，四点多了，我们把这个搞定之后，对不对？3000，2500。哇，变好高级哦，好像上班族啊！啊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先领这个奖励。那、啊、怎么变领啊？领到了，人才推荐信啊！好，成功搬迁。我就说他只要成功，他就会换地图啊。它不是让你在一张固定的地方一直赚钱，没有，它就是你可以换，一直换地图。我之前玩过一些餐厅的也是一样，一开始是做一些中式料理，或是做日式料理，开始去做这样。OK， 还不错啦，还可以啦，这个小游戏，蛮休闲，蛮轻松的。好，这边有入住新址，有一些研发室啊，普通包厢二可以两个包厢，还有放零食。好、Do you like the game？ 不错啊，给个三星吧。上页、啊、不行哎、欸，不让我关掉，随便评价一下。新手员工礼包33，氪金的。好，我们进来看一下。哦，换地图，但是我现在是两张桌游。表面上我换地图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的装饰跟刚刚一样啊，不用重来的意思啊。
不用重来的意思，我现在在那个沙田村新村。沙田尾新村。我也不知道哪里啊。这是大陆名字啊。好，哇，这么多人在排队是怎样？清洁研发室没钱钱啊，穷光蛋啊。让他们自己，让他们玩玩吧，玩玩就有日报就可以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包什么东西耶？这是不是日历啊？2023年1月2日哦。加班中，手机设定，然后哈姆音乐音效，有 Facebook， 我会贴在影片下方资讯栏位。这边还有 Discord， 签到。刚才已经领了，竟然还有 Instagram， 我都没有用 Instagram， 因为老人家没有朋友在用，边缘人没朋友，所以你就不会想要上 IG 去贴照片，可怜啊。小众点评、日报，好，商店有那个新手员工礼包，还有其他的礼包。然后员工我们现在有一位嘛。好，灵感就是那个小游戏玩法。那也会消那个300、250，反正这些合上去就可以卖啊。好，钱有了，客人也不见了，因为现在是半夜时间，凌晨，跟我现在时间差不多。没有，我现在是半夜1点多。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吧。想玩的人会把下链接放影片下方资讯栏位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